后面是吃我们的甜甜姐姐，还有 Pola 姐姐，可以订阅他们的频道哦。我们今天来北埔老街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新奇恐怖的事情发生呢，我们一起来去看吧。走走。Pola 姐姐，说到北埔老街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我还真没来过哎。麻吉，没错，麻吉是属于客家美食吧？对，可是北埔想到的是擂茶。擂茶啊，说到擂茶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想到他举手，他摩啊摩，对吗？你觉得这个老街的特色是怎样子？就逛街啊，然后有一些小吃啊。一盘五十，三盘一百。快乐模两个蛋，要从蛋出来，蛋出来，蛋出来。是不是中了？这样我中吗？两分。两分。林立勋两分。林立勋三分。面对这一次快乐摩天轮的竞赛，你觉得最有可能获胜的人是？我先看现在谁最高分。Yami， Yami 已经16分，18分了，应该 Pola 还在9分。为什么我这么烂呢？动作是多快呢？应该不用5分钟就可以把所有球都打完了。你的方法是一次两颗球。两颗球，好像姐姐，你找到攻略的方法了吗？没有攻略。大家到这边以后有一个发射孔。噔噔噔噔！啊，他把我丢进2了。Pola 姐姐，怎样？那个发射孔，你就投这边就行了。哦，那边有一个投球孔，你想要投那边投就投那边投。是的，我知道了。俊美，你来射这里，我来射这里。现在 Pola 姐姐决定跟甜甜姐姐两个人同时进行攻击。林立勋的结果是 ，Oh my god！ 林立勋是106分，他好像很紧张。目前最高分是林立勋Yami106分 ，Pola 姐姐现在是88分，林妮安娜是89分，最后几颗了？没要赢了，没了，最后一颗。20分，我30分。Pola 是116分，林立勋106，林妮89分。耶，我们得到两个玩具了，一个是。黏黏手，然后这个是太空泡泡。我小时候都会换这个，这真的很好玩。对，好好。对啊。哇，北埔老街好好玩哦！竟然有这个。耶！老鼠，玩一下，只要150而已。我买回去下营。它只有两种操作方式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呢？你爸爸看一下你被叮的地方，会不会痒？被蚊子咬了。这时候亚米妈妈拿了涂脚胶的药，哇，几个包啊，两个了耶！而且都肿起来，完全都没有了。姐姐就没有，你们鞋子也太好看了吧？这个是我以前的，这是以前的。天水茶房的擂茶。还有吗？啊，等一下要休息。我就说他要休息。真是太棒了。干嘛？给我。拍你啊！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，来到北埔老街，这边的擂茶。下午的6点就是休息时间，他们这边店家大部分都会休息，所以来的时间一定要提早哦。嗯，好，没了吗？他们休息真是太棒了，我自己拍我自己剪，好不好？刚刚听到休息最开心的人就是甜甜。我哪有超想做的，是摄影大哥，我没有做过哎。破啦，小心车！小心车！我们要走哪？走哪？若琳，你
第六十班。这好特别哦，这就是我们上次。对，特别果。我们要开始进行颜色挑战。下次好了啦，骰子没拿下来、啊。好像已经有点累了，我自己怕我跑完我睡着。只能买跟自己颜色一样的东西。我也太难了吧！我也好难哦，我要加点。这种古早味的冰棒，你没有要点吗？还花生，我要花生。哎、欸，你怎么？哎、欸，我先讲的哦，助理成正哦，那个叫做，所以你们两个都是要说什么？有默契是吗？对，我以为人家说你选我，你们两个都要花生，你比较被害妄想症。老板娘问说你们两个到底演完了没？只是问你们要什么而已。然后也可以找一下。这次在北埔，我觉得我们找到一个很特别的复古冰棒，一支只要10块钱到15块。这是花生口味。会不会20块？百香果、芋头，对，然后这草莓，干杯！小鱼干杯！干杯！好，继续找。真的跟漫画里面的一模一样。这是 Pola 的第一次来北埔老街，甜甜之前有来过吗？擂茶的部分不记得了。那这里好不好玩？好啦，这就是我们跟慈我们一起来北埔老街的探险。最后要说什么？拜拜。